现在心情，期待着自己的新戏，希望这次有怎么样的成绩，来自己也许个愿吧。对新戏的期待。希望就是这部戏可以被很多人看见。嗯，然后被很多人喜欢。被很多人喜欢。好，真的祝福你，希望这次戏剧很成功。对耶，这是您担任了这个剧中的 CEO， 希望您创造出一个不同的经济奇迹。对，希望当然这次带给大家一些新东西之外，然后因为以往合作，不管是像以前跟钟瑶、跟康仁哥、古威都好，就是一路上自己在成长，但也很幸运，就是其实跟他们合作，他们都是经验都比我多，就是我是可以被带领的，那时候其实是比较轻松的，说实话，因为。通常我会是可以很信任，也很好像放心的把自己，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我是可以好好顾好我自己，不用太有压力。但我觉得这一次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就是，终于遇到一个，就像我刚说的，在他好看他好像看到我之前的自己一样，那希望这一次我也能担任好像康仁哥他们这种角色，像以前他也教我非常多。所以他是算是我的恩师，很感谢他，对我的一个大哥哥这样。那我一直都以他为榜样，希望不是只把戏演好，当我现在开始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希望也可以把其他经验比我少的人也能让他们更好。因为他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当演戏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对，就是当你可以把别人也带好的时候。那你自己一定会演得更好，对，所以我会秉持这样的心态，希望我这一次在这部新的剧里面，希望能做到的事情是这样。有，你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现在只是用闪闪发亮的眼神，期待前辈带给他在这部戏剧当中也有跟你一样发光发热被大家喜欢的时候。对啊。今天这个整个记者会呢，我们也通过直播，所以这样的讯息已经透过了这个直播的方式，网络上喜欢小乐喜欢我们看剧的朋友都知道这部戏即将要正式的上档。那么在这个进入我们这个联访之前，应该说我们其实也会开直播，就是当然比较常是用自己的 Facebook 或是用 Instagram， 就是我们的确像我是没有用过像浪或者是某些别的平台去开直播这样，但是你说直播这样的形式的东西，其实我们平常就会。就是我们会开起来可能跟 fans 聊聊天，然后有时候也会弹弹琴，就是唱歌给他们听。就是我觉得这是蛮好的，就是现在可以让我们真的跟别人有一个比起见不到面的时候一个好像一个最真实的互动。对，因为是真的是即时的。嗯，那直播有没有什么真的很白痴的事情？我目前没有觉得。对，当然希望大家还是。因为直播你要播什么，说实话没办法控制你，对不对？就是还是希望大家播一些正面健康一点的东西。对，那两位第一次合作有什么感觉吗？感受？先让他说好。第一次跟我的那个要掉下来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谢。第一次跟小乐合作，就其实蛮紧张，但也很期待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对，这 tempo 不错。没有，因为之前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特别有趣的事情，
可能一些，我觉得因为现在才拍三四天，嗯，但慢慢会出现一些这种比较无厘头的，对，因为就是刚刚还比较新嘛，比较剧组其他一堆大家都蛮老屁股了，就是像九令什么他们啊，都比我还资深嘛，就是大家其实都已经很习惯那种拍戏的节奏，嗯，对，那像他可能就是有时候还是会，某些，但是这才是好玩的地方。比如说，上次我觉得这种情节到时候一定会发生在他身上。比如说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拍一个篮球的戏，那个篮球就是丢起来，就是抛要抛嘛。嗯。然后那个旁边的导演就说：“好，啊数到三，那个吹一下抛啊，因为他那个人是有哨子的嘛，对，就导演就跟他这样讲，吹一下要抛，就三二一之后，他对着那个球这样。”然后跑起来，就是因为就之后他应该会发生一件这种事情，到时候我再侧拍给你看。对对。哦，然后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好笑的，那天我们正要出发，才早上五点多，天刚亮，嗯，还在化妆的时候天还是黑的，啊，化完了大家下去，然后不过大家精神都不错，应该就是很敬业，大家应该都蛮早睡的。然后后来呢，我跟他坐一车，另外一车。是那个，欸，突然忘记别人名字，太没礼貌。云星，对，云星，他也很认真，他在那边对本。可是因为呢，我就坐他车子隔一个车窗，就坐他对面，他就一个人在那边自言自语，然后动作很多，咩嘻嘻嗨嗨。然后我就把他录下来，可是我就给他看，我今天会发，大家可以去转贴一下。对，我等等就发在 Instagram 上面，大家可以去发一下，就是。我说你现在七月，你不要这样，你不要给我闹。对，但我觉得我们剧组应该会出现很多好玩的事情。嗯，好，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也是一点跟熊有一点互动，好好，这个我们之前就会了。好，来，请继续开第二 round。好。哎呦天哪，抱着熊都笑了。好，一起一起来。轻点，再坐一点。啊，他刚坐的。那熊坐的哦。嗯，好啊，来。你感觉是在拍三零年代的合照吗？你是吴思贤哎。你可以处理一下这个照片的 pose 吗？哦，没有，熊不用配合，你跟人配合就好了。对。好，来在前方先给熊哥拍一下。我个人觉得，就是像杰鲁蛮适合演林初的林初的。好，这个现在搭了嘛，想到也可以演那个人妻的哈。哎，我们的左手边那一群最大哥来看一下，来一起，是先一起哦。好。哎呀，好开心哦！我们这边就是个剪刀手，这次有请来打造过当中最老派的照片。好，来，右手边一起。Yeah, 好，对对对，这样子对，这样子直接一个风扇就这样子。来，视线这里哦。好，视线来看看那个直播的时候，其实脚会怎样，你们也不知道。好，来，好，中间再看一下。好，那没有熊，我们还要再拍耶。天哪，今天拍到对象，其实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甜宠的事情。中间看一下，来，好。好 ，OK 了吗？来，工作人员先把熊带走一下。来，哎，那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是甜宠剧，所以想要拜托您，就是带领着女主角拍一张甜宠的初次登场卡斯发布照。比方，你有很多很傻的 pose， 你直接跟他沟通一下，然后至少给大家满意一个 pose。好，想说，好。摸头捧脸怎样？你先想好跟他聊一下。要需要沟通吗？不用啦，你是吴思贤的，三二一 ，action 就直接来。好，来准备了，好。好，三二，好，等一下，不好意思，我回来一下，怎么啦？ Okay. 突然间有点尴尬笑哎，我第一次遇到你这么腼腆。因为我心里想说，刚拍了那么多，然后突然要我想，我突然空白了一下。刚刚什么都没做啊，刚刚都是跟那只熊，现在你要跟那个人。就 sweet 一点。sweet 一点，好，来，准备了三二一 ，action， 好，我想了，来，正前方看一下，哦，好好好。哎，很好很好，来，正前方视线一起哦，来，先看一下森哥，来。好，来，你音乐，好，这种氛围有点氛围。
好，来右边看，哎，正前方 OK 了吗？你们的左边这一群，来牵一下，好，可爱可爱，两个很可爱，好。左边，大家 OK， 来，你们的右手边看一下。中间再看一下哦，好，这是我们全新的台式战力中肉相聚网红的疯狂世界，今天男女主角正式跟大家见面。谢谢。